已經來到第七版了，咁第五六版都容易嘅，咁第七版咧就是對依架飛機嘅，咁就係日產嘅 Fair Lady， 咁呢部車都好出名嘅，當年就超快嘅，我先玩過一局嘅啦，已經就鬥唔贏，又鬥多一局啊！即係臨尾咧有出錯咗頭先，所以就輸咗一局。咁其實行翻自己最靚嗰條線咧，就會快啲，咁又唔使你去嘅。咁你就會好自然咁追到佢嘅，因為你喺佢喺前邊，你可以壓住佢氣流嘅，你嘅車正常會快過佢嘅。頭先都過到去嘅，不過佢臨尾又就係衝翻上嚟，所以玩多局咯要。行翻啲靚啲嘅線要甩咗佢啦，如果唔係就佢都係追你個氣流，就追翻上嚟。嗱，呢個超一流添。唔知達成咗啲咩，有個腦機。又有送碗，之前送了一杯水，送了一個錶板咁樣，錶板睇幾多米，勾俾埋呢個啦。咁就去到 spec 三啦，其實第二都夠打爆機嘅。
咪最後一版啦，第八版。应该就是高桥良佳啊。留尾嗰班佢，一佢就頂住你嘅。不過成績麻麻地，二流。
秋名山最速啊！呢個稱號啊攞咗，仲可以 upgrade 埋架車添，一個 lift， 跟住一個避震，啊減避震。咦，過完第八版又有一條新嘅賽道嘅，泣いてキッズに入りたいってやつはお前か。俺たちのルールでバトルして勝てたら許可してやってもいいかな。大したことじゃないさ、ちょっとした小道具を使ってバトルを楽しくするためのルールだ。いきなりでこなせることができるぜ。いくつコーナーをクリアできるか見せてみろよ。哦，咁呢個應該係第七嘅故事啊。咁誒，對呢個斯域嘅斯域 Type R 嘅，佢話好啊，有多咗個標靶，好靚喎而家。呢個故事係應該係動漫嘅第七嚟嘅，咁啊對呢個揸斯域嘅呢條友仔。咁就係斯域泰巴路嘅，都佢越整越多嘢，又整杯水，又整個標板，即係依家好似有個水潑咁樣，都幾干擾嘅其實。同埋好似個速度感好似快咗啊！呢條路。即係第二階段的故事呢，我覺得個速度感快好啲，玩嗰時有啲唔同。即已經是過了這個初級的階段，應該所以就難玩了一點，而且好像速度感強了。哇！呢條友都幾難纏啊，釘住啊，俾佢，俾個速度咁快，我覺得第二階段。
所以就難玩過之前少少。咁第一版都順利過咗啦。咁今日嘅錄影都差唔多啦，因為都有啲攰啊，玩完三版。有個稱號啦，富荷移動極。咁就要休息一下啦。咁今日嘅錄影差唔多啦。咁如果中意我呢條片，記得按讚同埋訂閱喎。咁我就有動力繼續拍片啦。希望大家中意呢條片啦。咁下次再見啦。我都唔玩啦。好啦，再見，拜拜。